很多话说，老花一晒过的自来水还会碱性大吗？这个呢是肯定会的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？你像植物的一个酸碱度主要是咋回事？你像植物跟人，你就把它想象成人，人都有胃，胃呢是有胃酸，胃酸是帮助你分泌消化食物的，胃酸分泌不足，你就会消化不良，消化不良你就会营养不良，营养不良你就会贫血，对吧？植物一个道理。植物呢在弱酸性的条件下长得就很好，在弱碱性的条件下还能勉强肚子，但是在碱性过高的条件下它就会消化不良，碱性过高它就不吸收了，因为很多的这些个营养元素它们所需要的，你比方说一些个钙啊、镁啊、铁啊、锌啊，它都是那种在特定的一种游离状态下，一般都是那种弱酸性的，一般成为弱碱性的呢就是大家喝的水里面的那种水碱，你比方有碳酸钙、什么硫酸镁等等一系列的，它就是那种水碱的一个主要存在啊，它就是碱性的，碱性的植物它也吸不动。你像部分的耐碱性比较强的植物呢，你像北方像叫耐碱性比较，你打个月季、铁线莲这些的，它耐碱性比较 OK， 在碱性条件照样能活，因为它根系比较强壮，它可以吸收转化这些个碱性的物质啊，对不对？甚至说它可以光合作用比较强啊，它可以自给自足啊。你像一些绣球啦、杜鹃啦、茶花啦、米兰啦、茉莉了，他们在碱性条件下就不行了，好吧，一定 get 这个点。还有就是这个水呀、啊，是导致盆土碱性化的主要来源之一。你像咱们浇的自来水，大多都是七以上的 pH 值，就是大多都是碱性的。有话说，我晒一晒，我煮一煮，我熬一熬，天会下雨啊，你接点雨水不行吗？河水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，有净水机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再不行了，我家条件不好，我农村的，你农村有没有大水坑？你从大水坑子里弄点水，你要不自己挖个大水坑，养一养嘛，里边有水草啥的，是吧？你再不行了，如果说咱们农村花有养花，你盆栽啊，基本上用的是泥土或者是沙土，你发酵淘米水不也一样吗？沤点果皮水什么的，不也一样吗？你荷兰之友，有话说，我能反，没条件，那就只能反粉水了，这个没别的高招。所以说呢，自来水你指着晒，它是不可能变成酸性的，它只能说你晒一晒之后呢，它释放释放氯气，稍微沉淀沉淀水碱，稍微降低降低碱性，但是它不会变成酸性。我了个 K 没？好了，这水的一个话题，希望兔宝们要 get 这个点。我是老花一，养花最人意，拜了。嗨。嘿嘿。